小编直接就是做网站，无法直接评价佛山的外贸网站建设公司哪家好，但是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选择适合您的佛山外贸网站建设公司。网上搜索，您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佛山的外贸网站建设公司，并查看他们的网站案例和客户评价，询问其他人的建议。您可以向其他人、朋友或同事寻求建议，他们可能会分享他们的经验，并向您推荐一些好的公司。比较不同公司的优缺点，您可以比较不同公司的优缺点，例如公司的经验、技术、价格、服务和支持等等，然后根据您的需求和预算选择适合您的公司。与公司联系，您可以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或在线聊天等方式与公司联系，向他们提出您的需求，并了解他们的服务和价格。面对面会议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您可以与公司安排面对面会议，直接沟通并详细了解他们的服务和能力。无论您选择哪家佛山的外贸网站建设公司，都需要仔细考虑您的需求和预算，并与他们充分沟通，这将有助于确保您得到高质量的网站，并使您的业务获得成功。